这一天，佃户朱家的人都到田间去了，只有一个怀孕的女人留在家中烧饭。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她怀中的生命就在厨房迫不及待地降临了。刚强的女人没有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她包好了娃儿，收拾了一下，照旧又完成了一家人的晚饭。也许穷人家的孩子出生就是这么简单。算他命大，是个男娃，男娃就留下来吧。这个有幸留下来的娃子就是朱德。两年后，父母把他过继给了没有子女的伯父。六岁那年，朱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，由各门房掏钱送他去私塾读书，要为朱家培养一个挺门房的人。他们哪里想到，就在朱德23岁那一年，他不顾家人反对，毅然投笔从戎，步行2000余里，行程70余天，来到了昆明。从此，一部伟大的人生传奇开始了。投笔从戎去，刷新救国风。朱德临行前写了这首诗，寄给他的学友。这既是向故乡告别，也是他青春的誓言。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之路，从此开始了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们是从四川来的，能借个宿吗？我这儿没地方。走吧。谁呀？啊，我们是来借宿的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从四川来的，借个宿行吗？前面有家客栈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是客栈，走，看看去。走。姑娘们，接客了。别！我们是住店的，你们拉人干什么？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！走啊，走啊，快点走啊！这两个穷鬼真晦气，讨厌！什么客栈呢？这是？妈呀，还没烧纸就把鬼给招来了！就你，非要住店住店，这要住进去？你还说我？要不是我拉得紧，你早就被那几个妖精给拽进去了。这要是被拽进去了，你说，你个坏小子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个坏小子！哎呦！你们怎么睡这儿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得累了。所以聊着聊着睡着了，打扰了啊！真有意思，走吧走吧。有客栈不睡，睡客栈门口。啊？您这是客栈？是客栈呀。那有客房没有啊？有啊，爹，有客人。哎，哎呀，
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老板，多少钱一个晚上？三毛钱一间房，两个人住。啊，三毛钱啊？哦，还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有啊，五个钱，大房间，大通铺。五个钱，我们就住这个吧。行。里面看看。行，走吧。来来看看，就这里怎么样？我们也就睡个觉嘛。行啊，就住这个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您贵姓啊？听您口音，好像也是四川人呢。免贵，姓肖，正是四川人。你二位也是四川的？啊，是啊，是南充。南充什么地方？仪陇。仪陇什么地方？琳琅寨。琳琅寨，那马鞍厂您知道吧？哎呀，知道知道，这个地方风水好啊。人都说马鞍厂，马鞍厂，将来那里能出个骑马的将军呢。二位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朱。他是我的同学，我叫静茹。到昆明来做什么生意啊？是来考讲武堂的。考讲武堂？哎呀，那可是个洋学堂啊。好，那里边的先生都是出口留洋的，穿日本洋服的嘞。我们只不过是想来试试。哎，好好，这考上了，将来出来的那一个一个可都是军官呐。哎，你没准就是那个骑马的将军呐。爹，既然他们是来考学的，总得有个房间看书啊。我看你就给他们个单间吧。也好，也好，那这样，你们一天就出两毛五吧，一个房间你们两个人住。老板，我们还是睡这个五个钱的吧。爹，那你就再便宜点嘛。好，再便宜一点儿。这样吧，一天两毛，吃饭不收你们的钱，这可以了吧？好，谢谢肖老板。你我这是有缘分啊。我把丑话可说在头里，我这里可不赊账，一天一交钱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。素贞，哎，帮他们拿一下东西，打点水，让他们洗一洗，早点休息。好，给我来吧。我来吧，没关系。你的也给我吧。哎，谢谢啊。朱先生好。不要叫我朱先生。朱客官。我叫朱代珍。朱代珍。嗯，好像女人的名字。我叫你朱大哥好吗？好啊，肖小姐。你也别叫我肖小姐了，叫我肖素贞就行了。啊，好，肖素贞小姐。好吧，朱代珍大哥先生，你洗漱完了，过来吃饭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一下，这个讲武堂怎么走啊？这样吧，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。好，谢谢啊。来来来来，报上没有啊？哎，行，报上没有啊？哎，行，报上没有啊？
你看前面，那就是讲武堂了。哎，那你回去吧。你还不行啊？那我更不行啊！报上没有？报上没有啊？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走，我得回去问问阿宁。不用问了。你看看，我填表了，我填表了。去搬东西。下一位，长官好。叫什么名字？季学兴。多大了？24。哪里人？广西人。广西人啊。我要强调一下，我们这儿只收云南人，不收外地人。为什么呀，长官？为什么呀？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报仇的，要不是白来的。不要吵，不要吵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是学校的规定，只招云南人，不招外地人。这什么道理啊？为什么只招云南人？你能找到保人吗？保人？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哪儿找保人去啊？那对不起了。下一位，靖，哎，靖荣，靖什么？来了，靖荣，靖荣，这个字不是你造的吧？不是，多大年纪了？21岁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云南昭通人。昭通，昭通和四川交界，听你说一口纯正的四川话。是的，我们家乡话跟川话差不多。好了。谢谢长官。下一位，哎，我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朱代珍，代表的代，珍宝的珍。今年多大了？23岁。哪里人？我，四川人吧。听你说一口纯正的川北话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这里只招收云南人。哎，长官，为什么云南人就可以，四川人就不可以啊？没办法，这是学校的规定。长官，你帮帮忙吧，我本来在家里教书，我现在书也教不了了，来考讲武堂，我步行2000多里地，走了70多天才来到云南的。长官，你就帮帮忙吧，我可是从家里借钱来的。爱莫能助，昆明还有很多学校，你都可以去试一试吧。长官，我就是为了考讲武堂才来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考讲武堂呢？我要当一个军人，一个好军人。好军人？什么样的好军人？保家卫国，不欺负老百姓的军人。你能找到保人吗？我好，我可以。那好，我先替你报上名。你一定抓紧时间找个保人，记住，要找一个有头面的保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快去吧。谢谢长官。下一位。该我了。你说你连句谎也不会说呀？这四川人云南人脸上又没写字儿。我可没你那两下子。你不撒谎你肯定有麻烦，现在要找保人怎么办？肖老板可以吗？肖老板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要找一个有头面的人。肖老板有头面吗？有头面的哪个认识我们呀？怎么样啊？哎，朱先生，哎，今天的房钱该交了。哦，马上。不急。素贞，把朱客官的房钱收了。哎。
这是朱先生三天的房钱。好好，朱先生这人不错。人不错？他哪儿好啊？哎，他人实在。实在有什么好啊？实在不好，油头滑脑的就好啊。要不是因为他实在呀，江武堂就考上了。他没考上？也不是没考上，是因为他跟人家说是四川人，人家没录取他。咱们四川人在外头受人欺负啊。那个静先生呢？静先生是因为他说他是云南昭通人，所以人家就要他了。哎呀，现在是实在人吃不开哟。哎，素贞呐，你去给朱先生送一碗凉茶去，让他下下火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嗯。朱大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哦，素贞，这段时间谢谢你和老人家对我的照顾，我该走了。你是因为房钱吗？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是我爹他算错了，你还能住好多天呢。素贞，你的心思我懂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能欠你们家的房钱。难道你不想考江武堂了吗？你不想当一个军人了吗？朱德先是接受了肖老板的资助，但他后来还是决定入步兵标去当兵。当年十一月，因为在步兵标表现优异，已经当上了队部文书的朱德被推荐到云南陆军讲武堂。他这回用了云南省蒙自县的籍贯，更名朱德，字玉阶。朱德这个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戴真，来坐坐坐。谢谢肖老板。爹，朱大哥改名字了，叫朱德，字玉阶。朱德，好啊好啊，德做人之本，这个字也起得好。玉阶，用玉铺的路，就定然要一步一步登天呢。今天呢，首先祝贺你考上了讲武堂，给咱四川人争脸了。二来是贺素贞考取了师范学校。来来，这是咱们家乡的叙府杂粮酒。来喝喝。恭喜了恭喜了，朱先生。来喝。谢谢肖老板鼎力相助。哎呀，这应该的应该的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何况咱们还是同乡吗？肖老板，从今天开始我叫您肖大伯吧。
我惭愧，惭愧呀，大伯。我朱德从仪陇远来昆明，举目无亲。要不是您老人家和素贞帮助，我朱德哪有今天？此恩此情，我朱德今生难忘。哎呀，这人呐，都有个七灾八难的，只要躲过去了，那就没事儿了，啊？你就说我这儿吧，整天人来人往的，我什么人没见过呀？啊？可是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喜欢上了，咱们这是有缘分呐！啊！谢谢大伯，大伯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哎，我来。肖小姐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又怎么了？你不要老是肖小姐、肖小姐的叫，行不行啊？素贞，我敬你一杯。这还差不多，谢谢。今晚的天真好。是啊，一点云彩都没有啊。月牙儿，像不像条船？好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星星了。昆明的天比四川的好。对了，你们讲武堂好大好大呀，比我们师范学校大多了。是啊，是挺大的。玉洁哥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走了几千里路来昆明，一定要考讲武堂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们家多少代都是农民，靠租种地主家的田地生活。我母亲生了13个孩子，只留下来6男2女。那几个呢？养不起啊，是女儿，生下来就……如果我生下来也是个女儿，那就……我们全家人拿钱供我一个人读书，希望我们朱家有一个挺门房的人。可是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，我根本就挺不了这个门房。带领全班进行演练。是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第一排，报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小心，立正，向左。
那个喊号带队的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朱德。朱德，哪里来的？是步兵标推荐的。哪里人呢？好像是临安府蒙自人吧。蒙自人？对。不对吧？一口纯正的川北话，他肯定是四川人。进来。报告，丙班学员朱德前来报道。朱代珍到。你的口令喊得不错啊。谢总办夸奖，离要求的还差得很远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蒙自县的。哦，这么说咱们还是老乡啊。你是蒙自县哪里的？报告，朱家山朱家村的。朱家山朱家村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？我听我爷爷说的。哦，你爷爷是蒙自人？我爷爷是蒙自人，后来到四川来做官。这么说你还是四川人了？可我的祖籍是蒙自县。你为什么要来考讲武堂？为报效国家。一个想报效国家的人，什么最重要啊？忠诚、勇敢、信念，还有智慧。按学校的规定，如果不是云南籍要退学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出生不能选择，但人生我可以选择。人生可以选择。好，朱德，只要有人能为你证明你爷爷确实是从蒙自迁往四川的，你就可以继续就读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我敢肯定，他就是四川人。怎么办？清河时朱德、朱代珍是同一个人，自入学起学习勤奋，为人正直诚恳，除了填写的那个籍贯簿时，再无其他不端行为。校有校规，只能退学了。怎么办？像朱德这样优秀的学员不可多得呀。朱德的事不要再查了，也许他祖上真的是从云南到四川的。我也打问过蒙自，确实有个地方叫朱家坝，和他说的朱家村差不多。依我看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我提议从明年起打破不招生外省籍学员的禁令。我还想在讲武堂成立一个特别班，像朱德这样的优秀学员经过特别班训练可以提前毕业。我看可以发展他为同盟会会员。嗯，是。快，抓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加快速度啊！你也要加快速度。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，要有强健的体魄，还要有坚强的意志，加快速度，加快！
你们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搞的？统统给我起来！赶紧跑！起来！喂，走！起来！快点儿！走！加快速度！你们要拿出讲武堂的精神！你们即将成为一个优秀合格的军人！快点儿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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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朱德，你想干什么？报告，他受伤了，应该送到医务室。受伤算什么？作为一个军人，没有完成科目训练，就应该受惩罚。日本的士官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。我请假。你，朱德，朱德，你想造反？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你。胆子不小啊！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知道。唐教官对你非常器重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为什么扰乱课堂？唐教官，我向你道歉。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？讲。我们为什么要办讲武堂？为了民族的崛起，培养新军人。既然为了民族的崛起，培养新军人，就不应该打骂学生，来老一套，老办法。唐教官，我再一次向你道歉。啊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谢教官。这一年冬天，朱德秘密加入了同盟会。当时讲武堂实际上成为同盟会秘密活动基地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一个伟大的理想撞开了朱德的心扉。一个强大的、不受外国人欺负、老百姓丰衣足食的国家。对对对呀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美国，他们的国家体制，以及他们的文化、军事，200多年的历史，他们完成了工业革命，他们有了大炮，有了长枪，而我们呢？我们还是长矛、大刀。怎么总督李京西突然要来视察？是不是他们听到了什么风声？随行的还有什么人？还有蔡协同。怎么接待？隆重欢迎，不能露出半点不恭来。由谁来带领演练？你说呢？那一定是朱德了。你的得意弟子嘛。啊，立正，奏欢迎曲。学员朱德。哪里人？蒙自人。好，好，大家都是云南人，只有我是北方人。朱德，你一定会是个好军人。谢总督大人。
蒋武堂才俊迭出，把我大清的万代基业，多劳诸位了。还托总督大人的福，蒋武堂才有今天呢。哪里，托朝廷的福。孟自然，是。毕了业上我那儿去，怎么样？谢蔡将军。十三个月后，蒋武堂特别班提前毕业，朱德来到了蔡锷的部队。1911年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，云南革命党人于10月30日在昆明举行起义，因为那一天是农历的9月9日重阳节，史称重九起义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总指挥。什么事？队官带着一排人逃跑了，士兵被我追回来了，队官不回来。好样的，朱德，我现在任命为代理队官。谢总指挥信任。好，现在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，请指示。你带队兵去攻打总督府，抓住云贵总督李京西。是。慢，能不能抓住李京西可是关系到整个起义的战略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如果他顽抗到底，可以将他击毙，战况如何你要直接向我报告。是。素贞，那响枪的地方是哪儿啊？好像是北教场。什么的？在北教场吗？都一整天了，一整天也没个音儿，爹怎么办呀？素贞，你看着客栈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看看呀。哎呀，爹，你不能去，那边打枪呢。我去。哎呀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乱跑呢？哎呀，你不能去，爹，我去。哎，素贞，素贞，素贞，快上，跟上，快！报告队官，没有发现总督李京西。据内务府人交代，李京西已经在半小时前逃跑，逃往四机队的方向。据知情人讲，一个和李京西关系密切的巡捕的家就在四机队。快，马上奔四机队。你认识朱德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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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，请问，这里是二营吗？军事机密无可奉告。我找你有什么事？我找二营左目的朱德。现在不能找人。你认不认识朱德？对不起，请回。啊，站住！你认识朱德吗？站住！你认识朱德吗？不能进去！我要找朱德。军事中心不能进。我要找朱德。走走，再不走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别动，快走！哎，等等，你打一个牌，把四周围住，不许任何人跑出来。是，跟我来。别开枪，别开枪。李大人，你是朱同盟会员朱德。朱德，你若是能放了本官，我会在朝廷上保你一生富贵荣华。哼，朝廷保我，可是谁又能保朝廷呢？武昌首义已经成功，
云南起义胜利在望。李大人，我告诉你，腐败的清朝政府就要垮台了。啊，大清真的完了。如果你识大局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向总指挥求个情，留你一条性命，你愿意吗？Time!